金花甲彭清明的后生拢遮大汉啊，若照伊的年岁算起来，因根本是我一出代志就做伙啊。啊是，我阿哥伫个时阵，因就有咧偷来暗器啊。金光的，我把伊当作换贴的兄弟，伊煞甲金花同款，走去抱彭志明的大腿，做伊的走狗。甘讲为了前途，就会当把咱兄弟的情谊拢放水流哟。好啊，你今仔已经练真久啊，今仔哦就到这为止。无紧，我阿哥用的，我一定要赶紧好起来，才会当进行我报仇的计划。哎，你看你啊，连徛都徛袂稳啊！来，遐坐坐啊。金叔看板啦，我拄则有接到一个消息，我想哦，你应该嘛想要知影哦。什么消息？拄则我的手下有打电话，讲宋金公、宋金辉因兄妹啊，咧顶回哦，你拄到的公园，要探听伊的消息啦。真好，因若想要见我，我就顺。面子的无，哥才拄离开，伊就来啊。唔管啦，先替哥问看卖。口香糖，面子。陈心。有人未？陈心。啊，小姐，啊才拄好搁拄到你哦。陈心，你是即马才来哦？我咧想讲哦，要甲你买物件，啊，不过拄则一直找无你。太衰啦！啊，我今仔日哦，人有淡薄仔无爽快，所以较晚才出来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对啦，阮后生服务处常常都需要糖仔甲饼，我想讲要甲你买啦。啊，唔知影你有方便留你的联络方式给我无？我若需要的时阵，较好联络。哎，你人真正足好个嘞！哎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啊！先生，歹势，请问一下，你姓啥？叫什么名？哎呀，阮这种人哦，名甲姓一点仔拢无重要，你叫我阿狗也就好啊。伊不爱甲我讲伊个名。敢讲伊就是哥讲的丁树林，所以才会这样心虚。唉，哥无伫咧遮，也若无就当知影。啊，小姐，啊，真正足感谢你，还佫想会着我啦。哎，顶边你甲我交关过啊，辛苦了哦，真正是分你的福气。了哦，我的生意拢足好个呢。免客气，举手之劳尔。啊，为着要感谢你哦。我顶摆有看到你咧买迄个七里香，啊，你是最爱食的哦。阮家遐附近哦，有一摊咧卖七里香，我甲你讲，迄摊哦，真正是足好足好食的。啊，恁若无去啊无，我请一届好。安尼真好啊，我嘛会当知影你住伫咧倒位，以后要联络较方便啦。好，我带你过去啊。我来倒三工啊！啊，多谢多谢。哥，今日你遮早倒来啊？看起来生意袂歹哦。哎呦，今日阁有一个遮水的小姐带你倒来，你出门啊？哦。是啊。啊，我唔知吼，行啥物好运，
有这款幸运女神哦，给我送过来。因阿郎水，心嘛水，你看，伊阁专工给我送的。看起来伊是前几工，互你赚足侪钱，迄个美女吼。是啊，而且你敢知影伊是啥？伊是农会的宋理事长，啊，因囝吼，就是前议长彭清明的大汉囝，啊，即马准备要加班，出来要选议员啦。我看哦，等伊选掉议员，无偌久哦，这议长早晚是伊做的哈。原来是宋理事长哦，我是住这区的啦，啊，我票一定投你好心的。多谢你，望你开心。这个阿狗啊，应该无可能就是丁树林。照顾讲的，丁树林原本是齐明的条仔卡，卡所以人离开病院，应该就会倒去厝的，那也是住伫疗养院。你最近两日啊，无啥物好交代，啊，你啉一杯水，啊，恁豆豆仔讲。多谢你。请坐啊，阿姐哦，趁少紧食，即大餐里向哦，真正足好食。这哦，有香，乖啊，无香的这你的啦，哎。啊，你哪会知影我唔敢食香？啊，顶边哦，敢若有听到你甲头哥讲卖参烟，啊，我无说你听到有气起来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你真正做大心的。太小心食，这小食好食啊。嗯，佫真正足好食呢。想袂到你嘛爱食这七里香。跟我一个老朋友做熟的，啊，这个口味哦，伊嘛绝对会喜欢。是哦，伊嘛有朋友爱食七里香，爱真浓的。啊，我迄个朋友已经过身真久啊，假使若想要见到伊哦，甲伊做伙食这七里香，可能就要当后世人。讲实在的啦。我这个朋友过身了后，我就唔捌阁食着七里香啊。伊刚拄着你，我去想着伊，再过去买啦。你唔免计较遮尔啊重情重义。就算讲你唔知影是彭启明害死我，啊，不过你也袂当一外头就接受伊的追求啊。你明明知影伊是有某人的，你阁甘愿做人去说伊，你到底是有偌爱伊？才会跟我安尼糟蹋你家己。啊，歹势啊，甲你讲遐尼济。啊，是我较歹势啦，害李处长想起无欢喜的过去。袂啦，啊虽然遮个过去的代志，别人就是怀念的，啊毋过我已经无法度改变啦。经过遐尼济年，我嘛已经放下。是安尼哦，啊！啊，看到你这么爱食七里香，煞予我想起阮某啦。你结婚啊？啊，恁某嘞，哪会无伫你的身躯边照顾你啊？哦，歹势啦，我问话问了伤过直接，假使你若无想要讲，你就当作我无问啦。啊，无啥物袂当讲的啦，而且我相信李处长，您不是迄种看官无看家的人，但你这么有身份地位，佫愿意甲阮这款无名小出来交陪，啊，真正我就感动的。我无你讲的这么好啦。要讲到阮某，我是真正就爱伊，伊是为了我爱食七里香。我开始对你喜欢吃。少年的时候，我在工地做工，伊在工厂上班。阮上大的愿望，就是肯欠钱买一间家己的厝。
所以生活过了，会当讲是欠长的度啦。上多会享受，就是买一挂气香回来配米咯。而且吼，新两个人啉一罐。那会跟我甲阿台的故事有淡薄仔共？听你安尼讲，你真爱恁太太啊？阿英那无伫你的身躯边，恁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咧讲在做事的时阵哦，叫我工头喊麦，才会变到安尼。啊！迄个工头哪会这么凶啊？就是我出意外。阮某就无情放杀我，我本来想讲，我莫耽误我人的青春，安尼嘛好了。结果无偌久，我就发现，伊竟然走去甲害我迄个工头做伙。我真正无法度接受这款的打击，我就离开我的故乡，成为我靠过去的兄弟。我耍落来代志，就是我真正甲你讲的安尼啦。我会记得你跟我讲，是因为你的朋友反背你，所以你来到这，想要自己打拼过生活。那人的背影跟阿泰真正足像的，但真正是伊。啊，不过若是阿泰，金花哪会袂认呢？我介绍阿狗你认识。金花是当时通知金光过来。啊，阮狗伊是桃红公会理事长啊，我想讲要介绍你认识，看嘛，阮狗遐有啥物工课适合你做的。啊，所以你拄只伫咧买七里香的时阵，我就打电话叫伊来。啊，这边哪会好意思啦，啊，理事长。唔免啦，哦，多谢你啊，啊。哎，无，哎，陈鑫，陈鑫，你我过来，陈鑫，哎，陈鑫，你我过来，哎。对象啊，哪里找我哥？我哥啊，卖为难因，因是好人啦。阿哥，你点点啊？伊是咧帮我赚钱，你是要搞我抢人是不是？你搞出去啊！你赚钱啊？你家当作是啥？你敢知影你安尼做是违法的？阿婆是要哪生活？我只不过是给伊一个路，有一个遮风避雨、会当食饱的所在。你呐，敢有可能知影阮家的人的心情？你别过来接啊！真正是来乱的。哎、欸，等你别走！哎、欸，你别上来！花花姐，拜托你，花花姐。我之前就听过讲哦，拢会有人用这种苗比惨的人咧替因赚钱啊！我即马煞看到啊！哎，好歹我嘛是农会理事长咧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救迄阿狗啊！无，没有没有，你先卡冷静咧，因这后边吼拢细着滴个，按立行即马要选举吼，千万唔通去影响着。我先想办法吼，探听清楚再讲吼。哎呦，我知啦。啊！不过，迄个人看起来哦，都无参像你讲的像丁树林迄款人啊。啊，因为吼，我拄则嘛无看清楚啊，所以我嘛无都确定伊到底是毋是丁树林啊。而且，这人哦，足敢巧的，伊通啊骗过我，伊嘛通啊骗你啊，对不？所以吼，也是等我确定过了，伊毋是丁树林，咱才来甲斗相共，哈。金博士，好搞在有你斗三工，阿爸拄只差一点仔，互宋金光抓包。小可代志啊，这也无啥。总裁嘛有甲我交代，爱我甲你照顾，爱我甲你保护好势。是讲哦，看这办事哦，你即阵啊就袂当来遮。我嘛甲廖永业交代，袂当甲你的状况泄露出去啦。该了解，我拢了解差不多啊。耍落来，就看我安怎接近彭启明。一点一滴，把伊的形毁掉，因为原本就是无属于伊的物件。
忘却。